苗栗的十富米，还有苗栗农民保育团体、韩国民间企业，向下来打造为友善环境、无毒的农业品牌。为了挽回生计，民间企业今年是寄付的菜地生产的十富米1880公斤，本富区的北京各种小学营养午餐来供，希望屯友善环境的理念向下打根。十富米是由民间五个企业用保证买的方式同农民合作，在同小镇彭苏里大概5公顷的田实施友善耕种，希望建造一个无农药的生态村。是用这个三股的概念，大家一起来去做，一起来没有农药没有化肥，这里是生物生态的家，也就是要把苗栗这里推动成为一个台湾针对食物保育里面用民间企业的方式成为一个所谓的流域收复的核心理念。十富米糖水一百生产的十富米大概1880公斤，送本同小镇北京各种小学的营养午餐内容，希望同友善环境、富裕善良的理念传达给菜地的学生。那我想这个是也非常有意义，因为让通宵他们在地的学生，他们能够亲自去享受到自己的土地所栽种出来的稻米，那我觉得这是也是非常有意义。那其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善尽一个社会的责任，打造一个野生动物跟人类有一个友善的环境。我想这样子的话，才能够长治久安，让师傅生生不息。苏东米的学校现从未展现各学校神农教育韩国神庙保育课程的成果。县政府神农沙皮经验研究，本学校利用采地友善耕种的十富米，未希望县内能摆做得发展行家到木头的农田，本学生的十多安心，未做得研究无农药的大粒虫物来保育神庙。下个新闻用言乐，媒体报道。